真没想到，这岛上有这么多不同种类的生物。这对我们稀有物种研究有很大。 是啊，没事，一只野猴子，算你走。 看来今晚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啊！坏蛋，你就不怕怪兽吃了你？大亮，大亮，大亮！ 最高气温38度，天气炎热，目前极纳风暴正在接近附近海域，沿海地区可能会出现小范围的强降雨和大风天气，建议大家减少出行。姐妹们，快来看看好看吗？真好看呀！淘淘，嗯，我算了一下日子，你那些零食。 快到吧，这期了吧，算得这么辛苦呀，那你就帮我消灭他们。好嘞，保证团灭。谢啦，淘淘。少南，你都快打到我零食了。生命在于运动，吃那么多垃圾食品，你不怕胖啊？我可都做了800个俯卧撑的。人家还在长身体呢，要你管。 你吃再多，你也长不成丽丽。嘿，李胜男，能不能别老像个男的？小静，小小，小静，嗯，咱们毕业论文的小组作业下周就要交了。 咱们得抓紧时间了，需要的材料我都准备好了，就差要采集的动物标本和实拍图了。给，淘淘，谢谢亲爱的，没事。Hello，小静儿。Hello，来正好。
你们一起帮我看一下，看我这衣服是不是又小了？啊，是你又大了吧？好了，那我们大家都赶紧准备准备吧。哎，你说啊，咱们又要实拍图，又要动物标本，那我们干脆毕业旅行啊，功课娱乐两不误。啊，那得花多少钱啊？我可没钱啊，我这才刚到达温饱线呢。不去不去。你急什么呀？这不有我们桃姐呢吗？现在想起我了呀？哎，安排。喂，我们宿舍的姐妹打算去毕业旅行，你们要一起吗？别激动，我感觉啊，我的春天要来了。那恭喜你啊！怎么样？我安排的还满意吗？你打算带我们去哪儿啊？我呀，发现了个新的岛屿，阳光沙滩。浪漫约会，包你满意？满不满意啊？现在说可太早了。这件衣服怎么也小了？怎么回事啊？你好，我叫丽丽，你呢？我叫熊一山，他叫福少伟，记不住他没关系，记住我就行。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就行，啊？你会说四川话吗？必须嘞，我就是四川的。你给老子跑！要得。哇！哇什么哇？盛南，你真的是。去！哇，小静，平时没见你这么打扮过，没想到深藏不露啊！好久不见，小静。小静，你眼镜呢？眼镜戴着不方便，我换成隐形了。大家快来啊！来了，金虎，快过来！舒服呀，快过来。来到这里，我们来了！我们来了！二师傅，清醒多了吧？是不是有病？是不是有病？是不是有病？我帮你拿着，我帮你拿着啊！哎呀，哇，别动，好美啊！盛南，你快过来看，好美啊！哎，这个我也帮你拿着吧，丽丽。真的好美啊！我帮你拿着吧。好漂亮啊！哎，你看那边。老板，老板，快点啦！哎，你们好好玩，好好玩。三天之后我来接你们，好不好？锁定了啊！啊，好，好好玩。那个真美啊，小青，
们后边快点啊，我拿两个大箱子还走这么快。来了来了，轻点儿。啊，好漂亮啊。嗯，来给我吧。这儿风景太好了。救火快点。走。子枫，这下回去你起码少喂俩榴莲。是不是有病？是不是有病？是不是有病？我在家什么地位你还不知道吗？是，师傅，您是这个。再说了，你是娘爱吃榴莲，那榴莲我不贵能开吗？我跟你说哈，我这可不是怕老婆，这是疼老婆婆。什么叫家和万事兴？你们年轻人得多。二毛，二毛，还要多久啊？还差一点。哎，累死了。丽丽，你等一下啊，这种野生的果子最好吃了。哎，你再往左一点，不对不对，往右一点。到底左边右边啊？就是不左不右嘛。小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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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小小。没摔着吧？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医生，真笨啊你！怎么样？有没有摔到头？疼吗？破坟嘛，有什么可怕的？回头开发的时候啊，就全都拆掉了啊！别怕。没事啊。是金虎吧？你是谁啊？我是老王。姚总和我说，你们要来。我到海边没接到你们，就抄近路赶来了。王叔，你这一惊一乍的，我们以为大白天见鬼了呢。丽丽，别怕啊，给老子怕！蛇有灵性，不能随意杀生。你怎么知道它有灵性？它告诉你了？从它们眼睛里可以看出。行了，我们刚来，老王你别扫兴啊！有完没完呀？赶紧走吧！对呀，赶紧走吧，金虎！快离开这里吧！跟我走吧！来，走吧，走吧。没事。
看了吧，哇，挺精致啊！真不错啊！哎，你们自己安排吧啊！哎，好嘞，谢谢王叔，谢谢王叔。快看，这有厨房，可以做饭呢。是啊，哎，不错。哎，我就住这儿了啊，爬楼太费劲了。东西还挺齐全的。不错呀。哎，少伟，咱俩一个屋吧。哦，好嘞。我们女孩子住楼上吧。 哎，少伟，咱俩一个屋吧。哦，好嘞。好有意思啊！哦，还有这个。哇，我这屋也太好看了吧！需要在梦里去找寻那透过烟雾的光明，那始终都冲不破的迷雾，找不到任何出路。 要让呼吸变得更急促，我想为自己鼓舞。小东西拿着呢。哎，看楼看看。小江，你别摔着了，快点。慢点，这有房间。啊！这有沙袋，咱们就住这屋了啊。啊！ 空，总是感知又近秒钟，再多糖也变得不甜，做痛的呼吸像陪着我入眠，思绪像拥挤的心肝线，总是撞向内心阴暗面。等我回到家都已经三点，喝太多也不能再担心孤单片。但我给你们露脸了，完美啊，这里，看那就是我说的仙女潭。丽丽，看好了啊，那始终都冲不破的迷雾。 干嘛呢？哦，我整理一下白天拍的素材。啊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 你玩呢？哎，赶紧下去啊！我们等你好久了。行，我马上就下去。等你啊。嗯。哎，盛楠，你这都做了多少个仰卧起坐了？每天800个，一定要做完。哎，那你赶紧下去啊！做完了。啊。500、600、700、800。 终于做完了。哎，等会儿我。民国4年的冬天，年根底下，我舅老爷远房太老家的老小子，在我们家的那个镇上，当治安队长。那个治安队特别邪性，门口正对着行刑的菜市口。据说呀，晚上时不时的就会有人过来敲门。当时。 他刚收完保护费，喝多了，在治安队的厕所里方便。突然门外就飘进来一阵白烟，白烟里伸出来一双惨兮兮的双手，左手拿着一张红手指，右手拿着一张绿手指。
阴森森地问道：“你是要选红手指，还是要选绿手指啊？”那纸刻有文道，叫怨缠身。红色，三天之内横死；绿色，你七天之内也要横死，凶得吓人。那你那亲戚选的是红手指还是绿手指？幸亏他当时喝懵了。他说：“我看是你找死。”嗨，早就说过，现在特殊时期要严抓作风问题，当时就给他打绿。太无聊了，这不就电视上抄的吗？什么呀？就是啊，说什么呢？你觉得我刚才？不就一只羊而已，就把你们吓成这样啊？合着你大半夜出去就是为了找一只羊的呗？这不是赶巧了吗？啊，小小，哎，别怕别怕，明天咱们烧烤吧，啊？哎呀，走吧走吧走吧，丽丽，走。你这大晚上的吓死我！淘淘，你别跟我说。淘淘，哎，淘淘，哎，丽丽，淘淘，我跟你说点事儿。杨刚，是你烦不烦？淘淘，快去，去，我觉得啊，快去，你别叫我，烦死了。找我干嘛呀？你知道吗？原本我以为我的人生会很迷茫，直到现在，我才发现我的人生目标就是你。我妈可跟我说过啊，宁愿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，也不能相信男人这张嘴。其实。其实放荡不羁只是假象，专一深情才是自我。为了你，我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。你有没有听到？好像有什么声音啊？声音？快跑！是啊，什么声音啊？啊？怎么了？怎么回事啊？刚才是什么声音啊？听着像是放炮。放炮。王叔，怎么是您啊？有看见丽丽跟一山吗？刚刚枪声，怎么回事？哎，你们都在呢。我跟你们讲啊，王叔刚才特别厉害，一枪正中马心，是吧，丽丽？对对对对，不是，你俩干嘛去了？就是就是啊，我们能干嘛呀？真是，就是啊。刚才他们两个差点被鳄鱼给吃了，这岛上危险，别乱跑啊。哎，王叔，今天谢谢你啊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们先进去吧。走吧，走，进去吧，进去吧，啊，可以，啊，谁叫的？王叔。王叔，你说的对，所有的生物都是有感知的。你看着他们眼睛的时候，能从他们的眼中
看到他们的绝望。这个岛啊，你们就不该来。为什么？这个岛上这么美，很多生物都是平时不容易见到的。越是美丽的，就越危险。那王叔，您在这里待多久了？这是我的家，我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。后来搞开发，乡亲们都变成城里人了。那您怎么不去城里呢？我喜欢这个地方，晒晒太阳，听着这浪涛声、鸟叫声，我心里都踏实。别的地方是听不到的。我们这次来就是想收集些素材，写好毕业论文，让人们意识到，环境、动物还有人类都是一体的，各个物种之间都是相互依存、紧密相关的。如果我们不去保护生态，最后倒霉的还是我们人类自己。这人呐，不能搞坏事，哪怕是一小点儿，都会遭到报应的。勿以善小而不为，勿以恶小而为之。啊，这天不早了，要起风了，早点回去吧。啊，好，那王叔你也早点休息吧。哎，丫头。丫头，岛上注意安全。知道了，王叔。哥，什么梅毒？金虎，你没听见吗？蛇梅毒。梅毒。
小静，你走，我们回去休息吧。回去休息吧，没事情。走，你走吧。站住！淘淘，淘淘，要走也得大家一起走，你一个人走多危险。好啊，大家一起走。你现在就打电话让船回来，立刻马上。这一大清早的怎么了？你们怎么还吵架了？淘淘，这么吵让不让人睡觉啊？这大家出来玩的好好的，你这不是扫兴吗？对，我扫兴。你走不走？你不走我走。电话我打了根本打不通，你起码等船来了之后再说吧。哎，没信号。这手机怎么没信号啊？昨天早上下雨，这基站坏了，这个岛上的网络全都断了。看吧，怎么办？没信号，根本没法联系船长。你说怎么走啊？别闹了好不好？我闹？我可是为了静静好。他的伤要是不得到及时的治疗，很危险的。其实我已经好了。好了好了，金虎这嘴可真厉害呀，这么快就好了，比药还管用呢。哎，这样吧，你们在这儿歇一歇，我去看看能不能修好啊。王叔，我跟你一起去，我学过网络通信。王叔，我也跟你一起去。哎，好。哎，慢点，王叔。嗯。等你们回来，咱们晚上一起吃烧烤啊。啊，董阳，医生，你也跟着过去，好歹有个照应。你们跟上啊。慢点。哼。你没事吧？谢谢。小心点。哎，来。王叔，这还能修好吗？试试看吧。哎，你们两个到那总控室去看一下线路。好。嗯，好。好像在那边。大自然的力量可真大。我们总觉得自己是食物链的顶端，就忽略了自然的力量。其实每天所发生的一切，包括这场暴雨，都是为了提醒我们自己有多么的渺小。其实金虎人挺好的，就是从小被家里惯坏了，有些任性。那你们是不是认识很久了呀？对，我们是发小。Thank you.
怎么样，修好了吗？好了。是不是彻底坏了？别费劲了，王叔。这个一时半会儿的修不好的。那该怎么办啊？回去再说吧。啊，刘东阳呢？热不热？什么烧烤啊，我都快饿死了。哎，快了。你急什么呀，一会儿不就好了吗？放这个。淘淘，这响啊。过来。嘘，你没发现气氛不太对吗？哪儿不对啊？吵架了呗。盛楠，小小，怎么样了？怎么样了，王叔？我这快烤好了。小静，手机给我看一下。他们都虐待我，不让我吃饭。没事的啊，手机还是没有信号。哎，怕是一时半会儿修不好了。哎，那就再等等吧。反正船长明天就来接咱们，也不差这一天了。刘东阳没回来？没有啊，他不是跟你们修机站去了吗？对啊，他刚到仓库就和我们分开了。啊？我以为他先回来了。没回来。大家赶快找一找，别出什么事儿。这么大的人了，能出什么事儿啊？还能被吃了不成？可是大家不要忘了，这个岛上是有大鳄鱼的。大家找一找，跟着我，别散了。走，快走，走，走吧，涛涛。走吧，萤火。哎，丽丽。
早知道就不带他来了。刘东阳，真是个拖油瓶。刘东阳，这是不是刘东阳的刀？哎，你们快过来看，这不是刘东阳的刀吗？小心，在这儿呢。这刀上怎么会有血呀？血是从那边过去的，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？不会吧？他跟我走。啊！什么蛋这么大？这应该是某种动物的洞穴。这些可能是它产的蛋。不会是鳄鱼的蛋吧？别吓我！金虎，小心！你干嘛呀，金虎？金虎！不可能，鳄鱼的蛋我见过，也没这么大的。那这都是什么呀？是蟒。蟒？蟒？咱们进了他的洞穴了。刘东阳的。这不是船上的副手吗？都怪你，让你走你不走，现在我们怎么办呢？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跟你怎么没关系了？这是你发现的刀，是你带我们来的。你金虎，要不我们先出去吧，有什么出去再说好不好？啊，没事吧？我偏不信这个邪了，什么巨马，来啊！金虎，你不能杀他，你毁了他的蛋，他一定会报复的。报复！来呀，有本事冲我来呀！金虎，几个破烂就把你们吓成这样啊！啊！
淤泥越动你陷得越深。别动！唐唐，你快拿棍去找人把他们拉上来。医生，你别动，你别动啊！来，好了好了，快来了，来了，来了来了啊！快快抓这个，往前点，抓住啊，不行了，抓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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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抓住啊，你我们。混蛋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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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
什么时候了，还在窝里横？想死在这里是不是？沈南，沈南，你怎么样？下不应该来这。亏你说得出来，还不是因为你的虚荣心？为了我，我看你是为了小静吧。你有病吧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这一路上一直偷瞄着小静，你真当我傻呀？我看你就是有病，你个疯子！淘淘，淘淘，我没有的，淘淘。亏我一直把你当我的好姐妹，你居然背着我勾引我男朋友，你！我没有，淘淘，我真的没有。淘淘，静静根本看不上这种下三滥的货色，有几个正经了不起啊？你再说一遍！别闹了！什么？别闹了！好几年了，能不能用还不知道呢。那个钥匙当成装饰了，总得试试。那艘船可是我们现在唯一的希望了。杜明东，你给我先放下！你干嘛？我想活命，我不要在这等死。你要干什么？救我！你现在出去很危险，那比在这等死强。等我站开。怎么样？船还能用吗？船还能用，快把船放下。走。
走，走。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们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用。是不是没找到咱们就走了？静虎，静虎，没事吧？静虎，快跑！快快跑！走，静虎，走！小姐，绳子。快走！
叔，王叔，我们走，王叔，放叔，我们走。我不行，你们快走。给我们的报复，原本这一切可以不用发生的，是因为我们伤害了他想要保护的东西。发射榴弹，让我尝到声嘶力竭，拿出火机 I repeat it， 将空虚全部都扫空，充实感只有几秒钟，再多糖也变得不甜，做痛的呼吸想陪着我入眠，思绪像拥挤的心干线，停止撞向内心阴暗面，等我回到家都已经三点，喝太多也不用再担心断片，他离开会有些难过，而烟瘾像是在企图点燃我，在黑夜里把心门反锁，除了抽烟别再玩火，那始终都冲不破的迷雾，我找不到任何出路，要让呼吸变得更急促，我不想被自己辜负， So alive, so depressed, I wanna be with you, with you， 走在漫长的旅途也总会化为泥土，而我比任何人都清楚，I can't give up, that's my addiction. Don't know what I should believe in. I can feel my life is leaking. I need stress to find my demons.